哎呀，血量很残，Summer。 哦，这是被 Q 打的。嗯，但是分数是让 GBL 给拿下。是。绕了一圈，扎到遗迹里面了。而遗迹这边的话呢 ，FTY 也过来了，黄一鸣和长龙的出枪。FTY 一下倒两个，对方还没有下车，直接被打掉两个。现在看一下后续两人的发挥了。又炸了一个。而且这种地方发挥的空间太小了。是的，这个雷也是啊。 这雷就跟着人状态这么好，炸过来旺仔还没看清楚对方具体站位呢，被炸成一个残血。然后 Perry 是全线火力压制了旁边 DK 的子弹，是把小左，他从这个高点再突然观察观察吧。哟 ，KDF 从南边一路往北 ，KDF 今天也打的不是特别的舒服。是啊，能站，但是只能趴着，就没什么结果，可能是后被。 这个后来的队伍蹂躏，而且那种大坑的话，水城那个制高点的威胁太大了。是的，这边的话，南边17也是在防止住歼击啊，旁边的打劫坡还有 BGP， 那歼击确实不好过。对，是，反目往里扎，这波扎在哪里很关键。嗯，只有两辆车。爆了头了，被打下来。哎呦，这也太难受了。啊，直接冲了，冲到了鬼屋。 这里来不及解释，再绕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。这是天霸换分啊！这是，一丝血，一丝血，盖德威。对面不等了，不给你打药的机会，直接冲过来。无脑提前枪，但最终还是血量比较的小被天霸给收了。是的，这波冲防区的话，对方防守也是准备充足的。嗯，然后绕到后面四阶段之后太挤了。哎，有个老六你能受得了？ DK人多呀，你六人你六，你只能六我一个，你还没有雷。哎，是的，雷不见一伏啊，这里解决的干干净净。哎 ，DK 这个位置救起来之后能打 BGP 在高点，不是很好玩了，就除非现在赶紧拉。拉瓦的进攻啊！哦，已经开始了 ，Salute 和 Helen 被打掉，但是 Helen 的这个车。 这打蓝娃这么玩游戏的吗？他是开车过来，把脸压了一个，他开着车硬顶，封了个起步烟之后硬冲，这给 New Happy 打了两个，看一下换身这个雷，这是补的，这车飞过来有自己的意识，是，打劫波热闹了啊，开始压制了，现在 BGP 是。 这波 BGP DK， 掉了一个兄弟啊 ，DG98。嗯，有人炮，还是要打快。你看看这一波 Pyro， 那一波被拖了之后，只剩一个了。马哥一打一，哇，对方老局还是顶住了啊，把队友扶起来。是，老局不想给你 pick， 我左键就摁住了。但是这个枪声肯定会吸引到旁边隔壁邻居接 FY。 而17这里打天路，小童被严打逮捕，同时打劫坡 BGP 还在处理 DK，两边韧性都很足。嗯，天路那边直接去冲了 KDF 了，往那个方向再走。 New Happy 和 USG 的话，这两个大坑支撑肯定是得要在这个阶段就要打完了。嗯，主要是他现在也不好越过这个坡，Shiva就卡在这个反斜坡，自己远点还有队友支撑。 最终还是 BGP 淘汰掉了 DK 啊，队友能扶吗？因为17已经听到这个枪声，已经好像在往马路边上靠了。但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快速的过去的话，那给了 BGP 扶人的机会。他在慢摸，他怕呀出动静，而且刚刚天霸也是从旁边要过来了。嗯，那这个车的影响，但是飞驰而过之后，那没什么事儿了啊 ，BGP 可是可以扶人的。 反而是来到了17的脸上，停车的位置比较的尴尬，操作可以。三颗雷，哇，直接结束战斗。道具还是挺足的啊，那再去看一下，打劫坡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台。对方四个人，现在只能把对方就是按在这个坑里打，但是由于侧背后的队友倒地了，要回去救，远点也有 GFY 枪线。是的 ，GFY 那个背部的枪线太致命了。 还是淘汰掉了 New Happy， 而打劫波好像17也拿下了。嗯，打掉了萨萨以后再去猜队友，对方的队友肯定是在这个附近的。没错，啊，像这种坑的话呢，一定是最晚过来的队伍，他收益最。一丝血
小杨还有一颗雷，一颗燃烧瓶啊，雷扔出去了，直接补掉了小五弟弟。哎呦，小五是自己雷把自己补了，小鬼也倒了，突然之间十七又只剩下了小北和十七兽拉过来了。这个北部应该是 FTY 的枪线看不到吗 ？FTY 那边看不到 ，FTY 的注意力全都是在北边的战场，对，在 UST 和 TY 那一侧，这一侧小北。高点还能压着 GBL， 近点骄阳也在。对，不过打对方一个补一个，对吧？近点骄阳这里只能趴着，他也站不起来，目前。来了 USG 调、哦，只剩下了九幺，他还被白了，关键是白的时间太长了。USG 这局打得好啊，好嗨哦，他打的。打得好啊 ，USG。老局原点有人抽。哎，这个原点这一枪真的太难受了，致命。就看旺仔的。操作后来怎么搞一个对就他赶紧要顶到顶坡上面去当哟 coin 直接打掉了旺仔加上这次被淘汰是的剩两个人近点 GBL 也撤不回去了还是要打那优势给到了机会给到了 USG 这太爽了而且 GBL 一直在拉左边的枪线我一人拿一分啊 ，UST 和 GBL， 最后 UST 你还单局拿到了十个淘汰，而且这局机会很大。你听到这个枪声了吗？这是只有声，只有局域的声音，没有什么。对，疯狂丢道具，他都。哎他好勇啊！不是这个闪，这个闪真的非常有节目效果。是啊，是啊。本来我们觉得是不是 Heaven 有机会去把埋掉他，对啊，就没想到他突然丢，他随意丢了一个闪，正好就感觉Heaven 那个点就被闪白了嘛。是的。最终也是拿到了13个淘汰 ，USG 成功吃鸡。